亲爱的玛莎，火车会在明天早上到达，记得来接站呢。你的妹妹达莎。走开！你这个丑八怪，快走开！
我想让你见见我的亲戚达莎。没事的，他可能是高兴过头了吧。我们出发了。
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。